来，各位老板，我是建浩，看一下我们伽马卡尺今天到货的这个东西。OK， 乔小玲珑。为什么说它乔小玲珑 ？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在日本呢适用于台七怒，就是白带鱼的部分，暗泡的部分。那在我们台湾的部分呢，我们的这个钓黑脊的顾客、钓前打的顾客，或者是落入，不管这三种均一钓法，它的钓法都不一样。但是这个钩子的的确确卖最多的是黑脊钓法的顾客。OK， 我们看一下钩柄，来看一下，钩柄都非常的粗，而且是大摸字型的。哦，大摸字型的。那这为什么会说是黑脊比较多人在使用的一个钩子？就是它是粗骨，然后它钢材的部分呢，我这边看一下，它都是采用平打型的，平打加强它的钢材的这个韧性。哦，那这一包都是65块，哦，有喜欢都可以找我们联合。OK， 欢迎你们赶快来购买。OK， 黑雕季节打黑雕嘛，这个钩子不能少。OK。